我叫王志怡，今年78岁了。我的家里头，父亲和梅兰芳大师是故交，我的母亲陆素娟也是梅大师的学生。15岁，梅大师就给我介绍江凤山老师吊嗓子，就是梅大师能够做了一名京剧演员，所以我的心里这是万分的感激。后来呢，我的父亲呢去世了，所以呢，我呢就由梅大师呢来照顾我。梅大师的神气，梅大师的教诲，都深深地留在我的脑子里。11年呢，就开始教学带学生，我对他们也跟梅大师对我一样，我都把他们当做我的孩子。他年龄也很大了，但是每次上课的时候有很多动作，他都会亲力亲为的为我们去示范。对学生比对我还好。当他们取得成绩的时候，是我最幸福的时候。这来个烙音吧，我那儿卯上点吧，都不可以。虽然是烙音儿，但是提的再度出声，再度出声。把那萝卜掉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叫王志怡，今年78岁了，现在中国戏曲学院任客座教授，是梅兰芳大师的亲传弟子。今天在中央电视台和朋友们相聚，我非常高兴。我今天还带来3个小朋友，也就是3位同学，现在让他们自己介绍一下吧。大家好，我叫巴特尔，我今年8岁了，我来自北京。大家好，我叫傅佳，今年22岁，我来自国家京剧院3团青年梅派演员。大家好，我叫张素蝶，我来自天津，今年69岁。同学们，我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你们都喜欢梅派艺术吗？喜欢。那么傅佳同学，我问你一个，你在学习梅派艺术中感觉到有什么困难，你可以说一下吗？是，我在学习梅派艺术过程中，我认为遇到最大的问题，梅派的唱腔火候非常不好把握，柔则太软，刚则太硬，所以我认为唱起来非常难把握它的尺度和分寸。好，下面我就给同学们简单的说一下，首先要唱。唱出人物感情，什么烙音儿，哪个音儿，哪个高，哪个低，一定要准确，不可以瞎编。一定要准确。我这来个烙音儿吧，我那儿卯上点吧，都不可以。再拿结合动作表达人物的思想变化。穆桂英挂帅这出戏是我在1959年。在北京，在北京的时候，是梅大师当天演出的时候带我去到剧场看，所以这出戏呢对我的印象特别深。这出戏呢可以说是文武并重，所以呢我希望同学们呢能够学好，我尽我的力量把大家说明白了，好吗？好，下面我们就先开始教唱，好吗？
三百，唱得来贼，唱浪一贼贼，唱量好了。一家人虽然是烙音，但是提着别一家人，不是正式音符。一家人问遍报，你如同你当时听的这个报的声音，问遍报，滴个哒啦哒噔，雄心振奋振奋，都要唱清，雄心振奋，不要这样，就是带着激情唱，雄心振奋，这个接头很要紧，雄心振提着奋，明白吧？一起唱啊！一家人奋鞭炮，滴个哒啦哒噔，雄心振奋。挺好，第二句，穆桂英。为报国，那表达出了一片忠心，再度出征，再度出征，来吃，别没劲儿，出征啊！这第二句，你们可以高点，我调门低了，嗯。哦啦啦啦啦，再度出征，哒滴个哒个哒，二十这二字千万别修了，二十圆着，二十年根跑家州。有点失落感，就说那个脱了军装了，为林战罢了，战这样烙音儿，哎，二十年，预备起，二十年。啦啦哒噔，为林战罢了，战好极了，哎，唱的嘞得，唱唱一才一个，当当当当的哩得。哒哩个噔，这是问号，道字难道是我无完有，带字的我无完就不可以，我无完有为国为，提起来，哒噔噔，滴个哒哒噔，一片当啷啷，忠心先由弱到强，忠后头往前推，哎，来，哒哒得唱哒嘞得，唱唱一才一个得。
唱，哒哒滴哒哒哒噔。这灯为国为民，这灯这儿的个大都来一片一片散板呢，那个一来是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，二来呢你要给乐队一个交代。一家人问遍报，滴个答啦个唱，哎，雄心真笨点，雄心真没结果眼都不成，雄心
真本地个啦啦唱穆桂英，你穆桂英不用使劲唱哈，穆就自己想，穆桂英为报国再度持针，都在尺寸以内，尺寸以内。真打的一个大个唱响，二十年这二字别出了，二十不要出了，二十年根跑家，轻重缓急，抑扬顿挫，跑家正，往上唠。为林战，巴拉，你得把这个巴拉叫起来。震，这震就是看你的腿底下了，你走得快就唱得快，这腿底慢就唱得慢。震，唱的哎得抗浪一腿得抗。这个道字唱的甜点，别难道就难道是字头要注意，我无有为国为，这气儿要足，你劳苦大众百姓一。哒当当的个哒哒当，一片都得去。中西越来越强，拐快拐弯的时候音强，西一紧接着别一一就不可以。在后头再往前催一点，不加深唱吧。好，一家人按自个儿起调门。一家人。个大了个声，雄心振奋。好，你唱第二句。一个灯，穆桂英为报国。你个桂字，你太别。穆桂英，穆桂英，音儿得出去。穆桂英。穆桂英变穆桂英，穆桂英为报国，滴个当来的当，再多吃针，再多吃针，别针，得圆着。个大个儿唱，二十二字不好，不要那个二，二十年啊，二十年单儿跑家招。为林战，站这儿那精神，为林战，巴拉，你得把这萝卜叫为林战，萝卜不好给下，明白吗？为林，林字往前突，为林战。
明白吗？为林战罢了，战啊战啊战啊啊！对，好，你别啊啊啊啊！这又一回事，啊啊啊啊！接着往前推。三个一块唱，唱的嘞得，唱来谁？当当当当的哩当，哒哒哒当啷。现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。同学们，下面咱们再跟乐队老师合一下，好吗？嗯。有深的啊，二十年啊，再来预备起。小巴特这个为国为民，你是民，从上面下来了，应该从
别唱，你唱为国为民，为国。为国为民。你看，民都了，民民民不是民，为国为民。非常好，今天呢咱们这个唱啊就教到这点，那个同学们呢下去呢再好好思考思考。亲爱的各位观众，今天我们就教到这里，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。梦听这听着没有字头，鼻子要亮，第一是飞界石榴裙有轻有重，我不吝啬，嘎达灯水。